一组一对一三个。对呀、啊。我给你得来。温差太大，它那个你很难掌控。哎，车，有车有车。这车是很大哦。这边要不要看一下？对呀、啊。我这里在草坪呢。好。这是牛牛吧？这只是什么？五牛，五牛啊！五牛是什么？漂流木。哦，木木干啊！草白草原。看你到台北。好。对。这季节呢，这边怎么样？可是那时候就是要夏天啊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他。这是什么？有故事的哦。这什么草？什么草的啦？什么维纳斯眼泪啦什么的？哦，这个、啊、介绍它是什么植物啊？我们在车上一直玩，都是植物啊，没了。鱼腥草。玩到累也不行。哦。玩到很累也不行。
爬这个。往下走上去，然后呢，你看一下地图。哎、欸，你们有带一个小朋友？我也没看你。哦，我以为是你小妹。大家小孩都读大学了。哦，是吧？另外的他想说，哎，那你二号候选人还是三号候选人，还是两个老板两个不对哈？怎么样？有人。林芝哎，是野生的、欸，是野生林芝、欸。对对对。好，看没看见？看到他哈、哦，这个叫山沟，就是我们农业社会上的一个雨衣章区啊。嘿，可是呢，我们怎么看得现在是他那个？你看没听到？也串呢，也串呢。看一下山沟，它这前面的叶子是不是三个连在一起？你要注意看啊，每株的山沟都是三个连在一起哦。只有后面都是裂开的，传说，这是传说哈、哦。我们台湾有16族，有一族就是在苗栗的向天湖一带叫塞夏族。塞夏族有一个传说叫做，它有一个祭典叫矮灵祭。什么是矮灵祭哈？传说塞夏族以前他们不懂得农耕，不懂得治病，只懂得打猎。他们居住的旁边有一个有一族矮黑人，我们有去考古过。真的有这一组矮黑人，身高多少？100公分左右，哦、大概到我的腰而已哈，100公分。可是这群矮黑人，金绿色都是男生哦，传说了哈、哦。那他们就教塞夏族怎么去，哎，种植农作物，种植小米，怎么医病？塞夏族可不可以无条件接收？不行，哦，矮黑人就跟他说，你要给我们粮食，要给我们农作物当做回报。好的，第一年相安无事，你要多少我就给你。我懂得种植小米了，大家生活开始富裕了。十年之后就开始出现问题，出现什么问题？出现的说有两种说法，因为我们刚才讲矮黑人哈、哦，通通都是男生，所以他就去调戏塞夏族的妇女，这是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是塞夏族给那个定期给的，比如说每年给你10000担的那个小米，可是矮黑人不满足，他觉得说10000担太少了，我要20000担哦，他就觉得说。你们矮黑人太贪心了，所以塞夏族就设计要害死这群矮黑人。那就矮黑人回家的路上呢，刚好是一个那个独木桥，就把桥锯的要断不断的哈。那我们这100多个矮黑人往前走，走到一半，桥断了，全部都掉下去了，只有2个矮黑人没有掉下去。那边这2个矮黑人是祭司，那呢，他们就知道是谁搞的鬼，塞夏族搞的鬼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诅咒塞夏族。什么诅咒？据说以前我们这个山中哦，长得像芭蕉叶，是一片的哦，是一片的。他就开始撕开，每撕一个诅咒塞夏族一个，每撕一个诅咒塞夏族一个。这山中这么多诅咒多少人？诅咒20-30个。诅咒到最后呢，隔壁的矮黑人就跟他说：“不要再诅咒了，你要再诅咒下去。”塞夏族会灭亡，所以最山中最前面，等等各位都可以仔细看，最前面的三个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没有在诅咒。这个动作是对的，所有的诅咒都应验了。放下，塞夏族害怕了。哎，你们来请，赶快来哎呀！长不出来，天上降降雪，人要拍 model 了，变出来，下面拍 model， 伊要甲你变标志。从你在港口，这样子，那个叫什么僵尸？你就放轻松点，我讲，我做。情人鞋啦，这叫情人鞋，情侣鞋，情侣鞋。祭拜的时候为期6天，去奉劝各位哈，像我们五福是不办这种旅游的啦哈，为什么不要去？
所有台湾原住民的祭典，唯一不要去的就是矮灵祭。讲白一点，它就像我们的中原普渡。那六天前两天叫做平林，就像我们七月农历七月是鬼门开始要拜拜。中原普渡七月十五是要再拜拜。鬼门关是不是要再拜拜？同样的，三下子前两天引领，把矮黑人呢引进来，他们在六天都不会笑哦，只会说。像天虎队好像，哪里啊？南庄那个，他说我觉得很面熟。想想看哦，对对对对，难怪觉得。我们这些贵宾们去参加，谢家不？对呀。中间两天开始与你跳舞娱乐那些矮黑人的姐姐们，最后两天送灵，把矮黑人的灵魂送走。完成了六天的矮灵祭，哇，这就是矮灵祭的由来。所以只要看到三中号，就可以想到这跟塞夏族有关。第二个，我们一车的都有，昨天都有介绍到阿美族。这个三中号每年三月会开花，开出来的花很小，大概只有你的小指甲的那么大而已哦，可是很香。那阿美族哦，除了开花之外，结果阿美族会吃到乳之外，还会吃山中这个嫩心。这个职业全的内心，你看这样抽呢，买上职业心哦，给三哦。阿美族我们有讲过哦，一个阿美族等于三部割稻机啦，你行过哦，那就是不动的哦，都一样哦。所以等等各位看到山中哦，就大概了解一下，它有两个原住民跟它有关，一个就是阿美族哦，会吃他们；一个就是我们的塞夏族矮灵祭哦。好，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哦。好，对啊，今麦咱只身体啊，勇勇就好哦，唔好等到五分钟哈。对。在插花店一定看得到它，哎，插花店都会拿它来当插花的东西。它是什么？它叫圣蕨，圣上的圣，蕨类的蕨。圣蕨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们到野外求生的时候，看到它会非常开心。为什么会非常开心？圣蕨哈。它长这个样子很好认，它下面呢有鸽子蛋，什么叫鸽子蛋？你把它拔起来，下面有昨天像个鹌鹑蛋一样大小的那个鸽子蛋，那鸽子蛋叫什么？我们有人叫鸽子蛋，有人叫凤凰蛋，里面充满了水分。哎，你想野外求生，没有吸水，你根本在矿泉水里头，你该背起来，姐，你看爹的，好。对，够注意啊！哦，所以这比野外求生之后有没有？我们野外求生看到两种植物都会找到有水分，一个就是圣蕨，另外一个等等我有看到再跟大家介绍哈，这个叫圣蕨，很好认哦。你这个在插花店一定都会看得到哈。啊，你说不信，我要不要拔拔？这里不能拔，这里是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不能乱拔哈。下面一定有蛋，我已经拔过很多次，我偷拔了。没有黄豆哈，红鸡背刷背个没会背啊。你有没有看到这棵树长满了这种很像蕈类的东西？有没有看到？等等后面的都可以看哈，这个蕈类的东西，我们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告诉各位哈，长在地上的蕈类，我查过那个蕈类百科，99%都有毒，只有两种可以吃，一个叫做竹荪。竹荪鸡汤的竹荪，哈，有听过啦，哈。第二个叫鸡腿菇，是阮客家人，客家人上爱食鸡腿菇。鸡巴西菇吗？嘿，鸡巴西菇，嘿。那凌晨4点5点去拔才有，哈。对了，我不是原住民，哈，我是一车的领队，我是客家人，哈。嘿，我是客家人。好，那长在树上的可不可以吃？这边是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不要拔。如果不是在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拔。像我们野外求生看到这样长。长一堆，我们都很开心。为什么？我们出去哈，我们不带第一个不带蔬菜，第二个不带水果，我们只背米面哈，我们也不带肉哈。野外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吃。我们在树外哈，如果在树外看到这鬼长有蕈类，我们都欢喜耶。有啥咪？我们就把它全部烤了来。晚上要加菜啊，怎么办？有毒没毒不知道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我们五个人开始猜拳，输的人吃，啊，吃看看，半小时立刻见效，哈，啊，没事，晚上加菜。哎哥，哎秀，啊，我们这几人要安怎？做简单呢，卖讲我教的哈，未使投诉五福旅行社哦。你等伊赶快给敲落去，你若厝边隔壁看伊袂爽的吼，送伊一包。哎呀，就是讲，哎，到顶个，那我闹晒。哎呀，你是差回
花枝也炒鱼啊，你无青啦，无代志，莫讲我的代志，好无？那再来去无代志，这个是端木香菇啊啦，吼、哦，还了解无？吼，端木香菇啊。没有啊，你就传群组就好了。哎，你忙今天才开始碰吗？那个，你说 YouTube 啊？对啊，你找柳德明，柳树的柳，阿德嘞，功德德明的明。妈妈给你。好，明显好很好。哎，仔细在。在拍。拍了，还对。他很爱拍，对。嗨，还有小霸王的咯，最新那个没爱心啊，有爱心，你们对不对？成功的秘密，忘记名字，没那边很多好拍的打火机，我打火机这边有，对啊，他没来哦。南溪的雪花器很好拍，很漂亮啊。哦，有，我们有去了，不对哈，这还有一个球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对。那里面最近在盖一个15层楼的藏宝楼，还没盖好，你们可以去拍一下啊。好，我贼呢，是哦，哎，我们去哦，这个每件都很值钱，很壮观。错，今晚应该十五层楼的宝塔。啊，如果早在四年，我们今年夏天就是早超。那个宝塔很漂亮，看起来很壮观哦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我们今天要那个啊？对，玄后法。好，玄后法是不错。15层的宝藏楼快要盖好了。那个有看头嘞，哦，一天给我大块，而且那个什么石头那个哦，因为那宝藏很贵啊，那一种大当啊，所以一天给人抠，对，哦，现在天给真壮观，我们去那里盖，走到前面，错峰，讲出来特别是哦，所以他这样农民是真的很像农民，差不多60岁。这一场哦，印度地产，哥，1000万哦，1000万，至少1000万起跳哈、哦。台湾看不到，我们只有在资本这边看得到，其他的国家生油区都没有动，哦，就在资本有动，所以大家可以拍一下照。谢谢依然，真的。因为每个人关系没关系，就没空了。我有很多的，他不是只在那边拍，我很多公园。他刚才就是很短，而且很短，很短。我去台中公园，我本来想看过一次，我们去台中公园，对，我去过三峡的大百坑森林游乐区，没有，万山江五湖旅游大百坑森林游乐区，老板有交代，因为要自助性。行销没有，不然没有团带哈。来，这个叫做板根现象。什么叫做板根现象？因为哈，这个树长在这边的时候，泥土松软。大雨下来之后会把它冲刷下来，拼了半天，做的要死，就是为了要旅游，结果很失望。跟他想法一样吗？固定住，觉得嘞。那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去三峡大坝跟原他发现还不到，还没超过1500。空气更好的话，会长出枝状的第一，很像须须，绿色的须须，叫做松萝，松树的松，四维萝。依然有一个松萝国家步道哈。松萝哈，在我们农业时期哈是可以吃的，那你说现在不能吃吗？不是，农业社会里面吃那个物质比较贫困，我们把它炒菜来吃。台湾习惯不？1896年，日本人就是要把它拿来这样。1895打得太辛苦了，其实也没多辛苦，他们只死1500人，我们死了30000多。那他们死了1500人呢？当时的。
要推一个进来，大家都很热爱。两个人拿起来比较重的是湿的，两边两边。